看得到我自己。然后好，你是玩家二，我点击吗？对，你点击你就会看到你是什么。好，你是玩家三。好了。好，其实我从健身上看到你。真的假的？但是我没有看到题目。所以我要看。忘记了。我看一下。好，我是玩家一。好。我在住在树林里。所以我可以讲说，我也住在树林里。不行，你要跟你要跟我一样。对对对，我也住在树林里。对对对对对，你游戏就要玩到十二点。我喜欢高歌一曲。嗯，我腿很细。我喜欢夏天。哦，那好，我有翅膀。我有眼睛，我有鼻子、嘴巴，不是？你在等我吗？你在等我吗？那我再一次，我有眼睛。我觉得我声音蛮好听。我只会唱一首歌，永远就只有一首而已。哇，怎么办？我觉得好难猜哦。我觉得我知道。好，那我开始挑选。要觉得我是妖怪，我是那个唯一的不一样的人，举手。啊，只有我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因为怎么剪掉？剪掉？不会。好，那觉得那个织田是妖怪的，那觉得一真是妖怪的，举手。啊，对，这样怎么可能？因为我刚好看到。啊？你啦。对了，好玩吗？我觉得我跟藤浩之间有点连结。嗯，是唱歌的问题吗？对，是唱歌的问题。我觉得藤浩是真的。好，平成先杀死玩家三号。获胜。哎，这个两个有点接近哎。所以我猜出来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超难想题目的好吗？我们想了好久。因为我看你在思考。蚕是你们里面的妖怪角，对，有一只雷蛰，我刚刚猜一针是因为你讲过脚很细，这是有一个典故的，哦，是因为我意大利文的系的教授，他都叫我小帅啊，真的哦，被骗了，因为我腿很细。来，玩家二，你看到了？没有，没看到，真的吗？真的没看，你发誓？我发誓。脚，哪个脚？我有长脚。哦，我常常在寻寻觅觅。啊，我的工作还蛮多的。我的眼睛。哇！素的。哦。吃草的。我常常回头。什么？会从我身上拿一些东西。我很容易受惊吓。啊！觉得玩家一号是妖怪的，请举手。好，玩家二号是妖怪的，义真是妖怪的，请举手。一票，好，然后觉得藤浩是妖怪的，那我们来看看藤浩是不是。杀我吧。不对哦，所以好恐怖哦，一个无辜的人出局了，那他应该会叫我们其中两个人要用匕首画脚的。玩家一跟玩家三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有四只脚。好，那我要比喽。你比。叫槟榔。这动物喜欢嚼槟榔。我是妖怪的手。藤，织田是，对，织田都我被吓到的，我织田是妖怪的人，举手。你有两只脚哎。哎，不对哦，等一下，你是说你四只脚？四只脚。可他后来不是又说？我讲四只脚。四只脚。
莫急莫慌莫害怕，你就是妖怪，你这个人，你就是那个我要投票的人。那这样志田就被杀，我选他。卧底获胜。卧底是谁呢？我是鹿，我是鹿啊。我也是鹿。我是牛。我就说，我就抓他，没有。可是我刚刚讲很容易受惊吓，你们。你还抓我？我以为是马。没有，因为我觉得你比较聪明。我以为是马。为什么？看起来啊。里面鹿的妖怪是什么？他就是啊。对啊，就火麒。然后玩家二。应该看我笑，还要学我笑。对，我会飞。我喜欢跟同伴一起玩。工作很忙。我很漂亮。我本来是一种形态，会变成另外一种形态。我有时候是花纹，有时候是斑点。我觉得我蛮可爱的，也蛮漂亮的，蛮可爱，蛮漂亮的。其实我活不长。我觉得我是妖怪的。不是，我投你，你投我，你投我。好，那投之田，那投义真的。等下，那我也投你。哦，真的吗？好，那投藤浩的，只有我。那所以是杀我？不对哦。无辜的平民被杀了。二跟四比手画脚。真的。因为我蛮对比蛮强烈的。OK， 换我。他还对着花耶，还对着花耶，有用心哦。好，投票了，对，投票了，好，投二号玩家是妖怪的举手，好，投义真是妖怪的举手。那我可以投自己。对，妖怪获胜。啊？怎么可能？所以你是什么？我是蝴蝶。我是蜜蜂啊。我也是蝴蝶。你也是蝴蝶吧？我是蜜蜂啊。我也是蜜蜂哎。啊，所以这一局电脑整我们，而且蜜蜂怎么会这样飞？啊，我要当蝴蝶啊！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，随时上架。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托一定要敲下订阅键哦。